然后这样，我们看一下素哥整个这一段的这个一个回顾 VCR， 可以，好不好？嗯，看我们素哥这么长时间是咋过来的，来。哇！哎呀！帅，这个帅。你好骚啊！你怎么穿上品如的衣服啊？你是猴子来的吗？你好骚、啊！宝宝，么么哒！你可以去上中国达人秀哎！对对。好，好。哎，苏哥怎么又是这件衣服？好眼熟啊！那么多期都没有换过衣服，你看。苏哥加油！苏哥，让着横着走。竹笋玉米。苏哥人太贵了。苏哥，你为什么那么爱这件衣服？暴走牛头皮。歌手林潇肃。我和你划着船儿，彩虹领呀彩虹领，嘚儿呀嘚儿郎有情，嘚儿呀嘚儿没有心。城之上歌唱家该灵魂歌手城上歌在唱山歌呢。这边嗨嗨嗨呀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！我们二大草原，一言不合就开唱，这是我的特点。Action。今天就不减肥了啊！健身就是为了最开始，我特印象特别深，最开始第一次那个嘛，看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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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这个肉夹馍，这个谁能受得了呀？嗯，呀美人，素哥咋吃东西这么香呢？这一口一个，哎呀又开始喝汤了，你看，哭到了。哎，素哥真是没少吃这东西，真是。我估计可能素哥吃这些东西吃醉，应该是这种。我想吃我妈给我做的油泼面。这边卧推110公斤，110公斤，哎呀！但素哥练起来也真是不虚，猛男嘶吼，嘶吼派，能吃能练。那所有运动里你最喜欢哪个项目吗？田径啊，我就练田径的。跑得真漂亮，你看。左晃右晃的哈。啊。是吧？那是因为跑得真漂亮。我挪移不稳是吧？倒是跑起来之后的那种耳边风声的那种感觉。苏哥这个是真厉害，咱是现场见过的是吧？哎呀，对。哎呀。这个这一般人真整不了，还说不说。你就发现什么一个叫专业运动员的身体。咱哥们儿身材倍儿好，那时候什么时候一拖也不比彭于晏差，你觉得呢？就是以前锻炼对我来说呢，完全是一种享受。我一加速，我感觉我是哪吒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我脚底下踩的是风火轮，你懂吗？我随随便便腾一下我就出去了。哇，这个起跑真的是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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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起步快，且稳。加油！我现在。我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像一个破自行车，你知道吗？就快散了。自行车，就那种感觉特别失落。这个失落感伴随了我好多年，然后慢慢的我原谅了自己。这个伤会好的，没事。我觉得不要跟自己较劲了，我岁数也大了，让这个身体再给家人们多效力几年。举，继续下，加油啊！坚持快到了，咱们挺快的，冲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非常好，保持保持。
非常好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对，尽量把速度提快啊！减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一二，再来，我们一生都要与它斗争。一辈子都得要去追求更好的自己，一辈子都要追求这个健康的生活。冲！哎呀！加油！加油！好不容易真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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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我自己在这个节目里的表现打100分。好，谢谢。